牧童拿捏单字 ID 童，连个童字你联系都没有吗？小苍，哎呀，我真服你了，一天天的。这个我今天联系了，我进他队伍了。啊，他找人估值，他价没估出来，但是他有一个保守价格，暗号是3.2买的。再给你剧透一下，他自己充了20000块钱。来，不要慌，截张图。他这个 ID 呢，我们首先告诉大家，已知3.2买的啊，没有三战神，也没有充20000块钱，现在就多充了2个 W， 再加一个三战神啊。充20000块钱，亲手折合，如果说卖出去的话，要值多少钱？如果你要这么说，卖出去吧，总哥，这是要3000块钱。2万值3-4千，那我们就给他算个10000吧，就算10000，然后3万现在变成4万，好吧？4万块钱，他既然充了这个三战神，一个战神在外面值多少钱？2888。2888是吧？对吧？三个的话就算是3000一个，9000嘛，4.9。来，小畅。公布就是你们聊天之间他说的价格是多少？5万起。5万起。喂，童童童，能听到吗？我能听到，可以。你去找人估了吗？这个号估了。他咋说？他说的是5万打底。5万打底，要不要我把他拉进来你亲自对质啊？他在呀。来，兄弟们，现在我们要有请当事人童子闪亮大哥登场，把孤号大师拉进来，快点，请让孤号大师进队。好，现在兄弟们有请孤号大师进场。买兄弟们买东西一定要穿穷一点，穿的太有了，人家要不要穿穷一点 ？OK， 兄弟们要来了，要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兄弟们有请大哥出场。他不能讲话，只能打字。OK， 打字交流行。现在由媒婆苍毛提出问题。我们这边是专业团队，知道吧？然后下面有请我们孤号大师亲授来跟这位单子 ID 童对话。这个账号当时是多少钱买的？3.2万 ，SS18买来。3.2 SS 买的，对吗？你有补过什么极品的装备吗？比如说木乃伊、螳螂那些？都是补的。都是补的，都是补的，是吗？你补了总共多少钱？补了小2万，补了小二万就不超过2万。小二买的16000，4点多的话，你打了个三战神，折合价格，经过童家宝专业权威估价师给你最后的定价是4.5W。啊！亮！不卖，不卖，这别急，别急。OK， 你这边载具和就是总套装有多少套？载具15辆，服装375套。载具十五，套装375，是吧？没了。经过童家宝再次据权威的估价师再次出价4.5500元。你是问他自己心里面想出的价格是多少？来问。那这边我们这边经过就是财务老板和媒婆的一系列的就是商讨，想问一下同你心里的最高估价和最低估价是多少？不知道。那你问他5万有没有心动的感觉？经过我们这边团队的一个认真商议，也是最后一个商议，我想问你就是最后一口价5万能接受吗？看能不能行。不出哈。不出。让他自己说一个价。不，你得欲擒故纵，不出我就不要了。不行，你说5.2520的感觉，你问他有没有初恋般的感觉。我们这边团队再次商议，大家也各退一步，最吉利的数字。准备好了。5.2，该补的都补了。该补的都补了，价给少了意思是？行，等我不玩了，我5万给你。他不玩了，倒闭。他不玩了，你。他要玩，你说行，那我们后面联系。那行吧，我这边的话再看一些号吧，我们后面联系吧。拜拜，兄弟们，想知道后续如何，能不能拿下这个铜，请敬请期待。开粉丝赛，哎，那个铜子你联系到没有吗？小苍，哎呀，我真服你了，一天天的。我今天联系了，他怎么说？然后我进他队伍了，啊。他找人估值，他价没估出来，但是他有一个保守价格。来，不要慌，我们在直播，不要这么快说出来。他告诉我保守价了，别急。OK， 1至2万，1至3万，对不对？他号是3.2买的。哦，他的号是3.2，3.2买的。他 ID 3.2买的吧？别急，他这个号3.2买的。那我说个中间值，
3.2至4.2，是不是这中间的价格？再给你剧透一下，他自己充了2万块钱，自己充了2万块钱，2万块钱折合点下值的话加1万，那就1万都没有，充了4.8，4.5了，差不多了，充了。他充2万贬值的，这个号肯定会四点八。他打了一个单排战神，没屁用那个东西。双排战神没用，没用。双排战神没用，没用。他又不直播，有什么用？他今天说的保守价，兄弟们不要慌，你真的要告诉我们了吗？你真的要告诉了吗？小张，来来来，先进个队，先进个队，兄弟们先进个队。你去游戏里面搜才行啊！你这样看，这哪估得出来啊？来，兄弟们，我们估一下吧。他同志是吧？这个同志 ID 啊，对吧？这个同志 ID 我们截张图来算啊。截张图，他这个 ID 呢，我们首先告诉大家已知，他这个号3.2买的，就是挂的是3.2，3.2万当时啊，没有三战神啊，然后没就是也没有充2万块钱，现在就多充了2个 W， 再加一个三战神啊，然后他的 ID 就当时的价格3.2，可能讲了下价，可能3万块钱就拿下了，预估就3万块拿下了这个号，对吧，小畅？真实价格3万块拿下了这个号，他现在充了2万，打了三战神。充2万块钱，亲手折合，如果说卖出去的话要值多少钱？充2万，如果你要这么说卖出去，王总啊，就是说3000块钱，3-4000块钱，2万值3-4千，那我们就给他算个1万吧，就算1万，然后3万现在变成4万，好吧，就4万块钱吧，先感觉4万块钱，4万块钱，他既然充了这个三战神，一个战神在外面值多少钱？2888，2888是吧，对吧？2888，三个我们打个折，三个的话就算是3000一个，9000嘛，4.9，小张价格偏差怎么样？往上走往下走？往上走，5万小。往上走是吧？对。来直播间说个价多少钱？预计它是4.9，兄弟们，我感觉4.9，你说价格吧。别急，小畅，接个 QQ 视频来说更有感觉。兄弟们，即将要知道这个铜子现在卖多少钱，然后也即将知道我究竟拿不拿捏。对。这个、干不干这个小 ID， 这个时候很激动，现在此时先打开 QQ 视频，我要看小畅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，就看他表情就能看出来。来，小畅和贼弟视频先接出来。 OK， 别急啊兄弟们，我直接雕一针。你雕什么雕？来接视频，兄弟们准备看小畅说的是假话还是真话，看他表情和面部动作就能分判，就能判断他说的真还是假，你知道吗？快点儿！小畅撒谎又不眨眼，他撒谎不眨眼睛，但是对啊，你让他看着你眼睛，你他只要一说谎，你说你让他看着你的眼睛，他就要笑，他就会笑，一笑就说明在说假话，知道吗？不是，首先我先问你一个事儿，兄弟们先把爱心点到10万，好吧，我再问。点到50万，先点到10万。首先，看镜头，你现在说的话是真话？他都不敢。快点！我们。你现在说，你先发誓，你说的话现在是真话。你。快点，好 ，OK。今天你有没有？别慌啊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有必要，老马要整个那个东西啊。什么东西？你整个测谎仪吗？对呀、啊。我怕这个屌毛他今天在撒谎，你知道吧？应该是这个音乐。整个测谎仪测一下。这个，好，来，我问你啊，今天畅某，你说你和同相遇了的，拉他进队伍，你今天直播时间段是多少点？老实交代。时间段在。
七点到七点十分，七点到七点十分。来，现在由咱们观众席粉丝，他今天七点到七点十分这十分钟之内，他有没有和同志相遇？直播间的粉丝告诉我，有打一，没有打二。对，有没有？好，有。OK， 下一个问题，今天你拉了个同志进来，你确定还是上次那个男孩子的声音吗？就说是和不是。是。好，兄弟们，他今天拉了个同志进来，那个声音是和上次那个男的人的声音是同样的吗？是的话扣一，不是扣二。我们要挨个判断，知道吧，老马？对。他们说是 ，OK。好，那么好，今天你问那个同志他卖不卖 ID， 他回复的时候是想卖还是犹豫？他说他的估价。OK， 在估价有意向，有意向那就是有。好，那你跟有没有跟那个同志说我要出多少钱？没有，没有。你看，抓住细节了呗。他没有说，你怎么不说我只出个四万块钱呢？六。好，四万块钱还去估个屁啊！兄弟们别急，当时小畅跟那个同志说话极其没素质，是吧？我靠，真狗啊！小畅故意他妈跟人家说话没素质。我当时我无敌客气了，我跟你讲。来，你现在还原一下当时说话的语气，开始。喂，童，你在吗？童。啊，我在。唱歌。这个 ID 是怎么搞的？你这个 ID。我在 ID 是当时买的。你找人估价了没？我还没有，但是我心里面有个预估价了。啊，行行行 ，OK。那你下次估完以后，你微信你逼我啊。你看你看，回复的好好忽悠，老马。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还原。好，现在来小畅公布，就是你们聊天之间他说的价格是多少？卖多少说？五万起，五万起。对。那就是五万呗。那五万起，那就基本五万。那他五万肯定就能接受嘛？兄弟们，可以搞一个。红这个 ID， 他卖五个 W。值吗？早晚会，他说的是保守五万，五个 W。 他说五万打底，那基本肯定要这么说啊，他怕我们砍价。五万，他心理价绝对五万。买成他的号应该是买成差不多三万，三万，现在直接多了两万。他买就买成三万。对。他是多久之前买的？没多久，就前段时间。那为啥你不是三万？为什么那么？要不要我把他拉进来，你亲自对质？啊，他在呀。对啊，他在线吗？我刚才跟他讲了。来，兄弟们，现在我们要有请当事人同志 ID 闪亮大哥登场。你去就干嘛？你要先进来呀！太多人拉我了，兄弟们，现在有请当事牵线红媒婆昌某进场。现在由昌某拉入同志进场。搞半天，我是中介啊！现在有请。兄弟们不要慌，马上进场吧。干嘛？你拉不拉？现在有请还有的救我。账号估值大师进场。违规游戏，违规行为已被禁言七天。哎呀，我微信跟他讲，微信跟他讲，没事。你把不你能把游戏麦闭一下？把顾号大师拉进来，快点！顾号大师，
请让孤浩大师进队。好，现在兄弟们有请傅晋仁、孤浩大师、招新老板进场。来，兄弟们，蒋家大师已经都拉进来了啊！我们这个阵容知道吗？牵线的，下面有请财务贼弟闪亮登场。财务贼弟兄弟们进场。现在兄弟们，孤浩、红人还有财务都来了，老马，现在就等当事人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现在就要等待当事人，等那个牵线的媒人，现在媒人先联系，把那个人联系到了才能拉进来，兄弟们，等一下啊，我们这个队伍很强，知道吧？有牵线的红人啊，有讲价的，有给钱的。我是谁呀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旁听的，兄弟们知道吧？我们是老板。不，我们是旁听的。旁听的买，兄弟们买东西一定要穿穷一点，穿的太有了，人家以为你很有，知道不？要穿穷一点，就宰你。来，好，把财务请出去，我要拉人进来了。OK， 兄弟们要来了，要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兄弟们，现在有请小张，知道了吗？有请大哥入场。来，老铁们，全体上气筒。来了，来了，兄弟们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好，现在由媒婆，他不能讲话，只能打字。OK， 打字交流行。现在由媒婆苍毛提出问题，问他孤浩嫁了没有？掌声。哎，童，你那个价格估好了没？兄弟们，现在有请电摇童，现在告诉我，好吧，不要慌。没给我价。你说我们这里有估价账号的人？对，是我们有专业团队。这样，我们这边是专业团队，知道吧？然后下面有请我们孤浩大师亲授来跟这位单子 ID 同对话，火速。Hello， 你好。开麦。你这个账号当时是多少钱买的？然后包括你上了多少钱？他只能打字，你慢慢问他，他只能打字。你先慢慢问，你问他多少钱买的？首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账号是多少钱买的呢？来，兄弟们，把爱心先买的3.2 3.2 SS 买的对吗？你有补一些什么装备吗？3.2，我让两个赛季。哎呦，你有补过什么极品的装备吗？3.2比如说木乃伊、螳螂那些。人家打字慢，你不用，都是补的，都是补的是吗？你就直接一口气问他后面充了多少钱嘛？你补了总共多少钱？就买了这个号以后，你买过这个号3.2之后，你补了到底多少钱？不要慌，兄弟们，看他补了多少钱，等他打出来，补了小二万就不超过2万。小二 ，OK， 不超过2万，大概在16,000-17,000。差不多16,000-17,000的话，3.2买的16,000-17,0004点多的话，你打一个山战神，折合价格，经过童家宝专业权威估价师给你最后的定价是4.5W，6,6，人家4.6W不卖，不卖是吧？原机 ，OK。4.6如果不卖的话，我们其实还可以谈谈的。你这边载具和就是总套装有多少套？我想知道，或者甚至上街，你给我一个大概数字，就大概数字给我一个。4.6，4.6，他喵的，人家载具15，载具15，套装375是吧？经过。童家宝再次最权威的估价师再次出价，4.5500元，最后一口气，谢谢你，加500，他喵的，你这价格不行，他喵的，这估，你问他，你说问他，他自己心里面想出的价格是多少？来问，那这边我们这边经过。
就是财务老板和媒婆的一系列的就是商讨，一系列的商讨，就是想问一下同你心里的最高估价和最低估价是多少，跟你心里的预期价，这东西我们都是可以谈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专业，我请你心里最高的价和最低的价是多少？演员一定要演得像别人才会信，要是演得不像笑场了的嘛，人家就觉得你是个假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都是冒充团队，知道吧？这么像个江湖骗子一样。看来他心里输的。你这边心理预期价最高是多少？运气，别预期一直在想，啊，他多少数字盒子？没有，你看人家都打字了，他说，我觉得他的你不行，我号直接白给你吧。他在犹豫，他犹豫。他打字的。他在想，没有，他在想，他在想价格，他在想价格，对，他在想到底多少合适。所以别急。你觉得他的心里面想的一个数字是多少，老马？我觉得应该是50000。你别说出来，你他别说出来，等会儿他就跟你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你问他50000有没有心动的感觉？经过我们这边团队的一个认真商议，也是最后一次商议，我想问，就是最后一口价50000，能接受吗？哎呦！当爸爸，爸爸。兄弟们，看能不能行，不出。周大哥，哎呀，那你说不要慌，他不出，让他自己说一个价。不，你得欲擒故纵，不出我们就不要了。不行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你说5.2，图个吉利，520的感觉，你问他有没有一种初恋般的感觉。我们这边团队再次商议，大家也各退一步，毕竟交个朋友是不是？啊，大家都各退一步。我说4.8你不出，我说50000你也不出，那就这样子，你退一步，我也退一步，最吉利的数字5.2。50000，可以吗？没打字，可能有点心动了，老马，有点心动了，再考虑，童哥，他已经心动了，他的眉头就是没拒绝，童哥，该补的都补了，价给少了，意思是，5.2，我觉得也差不多了，因为你3.2当时刚买的，然后这边加到了5.2，已经加了，人家不想搭理你了，5.2最后一口价了，我们后方团队经过再次的商议，5.2已经顶上天了。交个朋友，你发我也发，就5.2。行不？我不玩了，我50000给你。行，等我。行，等我不玩了。哦，等他不玩了。他50000就给。兄弟们，看这个聊天。等我不玩了，我这个号5000给你。50000给，他不玩了。他不玩了，倒闭了。他不玩了，你问他，他什么时候不玩？他不玩了，那意思他不玩了，50000给，那妈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兄弟们，不玩了，那什么时候叫不玩了？你问他什么时候不想玩呢？他现在已经动摇了，动摇了，已经动摇，已经和他的心理预期价格差不多了，我感觉。你肯定想挣的。不玩了，他50000出。现在我们各个部门牵线红人，你感觉该如何对付？你说我们现在就要买？不能太追，不要太着急。加急的就会加快递费，知道吧？咱们也有号玩，加急就得加快递费，记住。那这又、兄弟们，那你该说，那我们私下聊，轻松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私下聊一下，然后到最后商讨一个价格，我们可以试试，因为我们比较果断，我们也不拖拖拉拉，也不小刀，就立马直接付款就交易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可以私下微信联系吧，行不行？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话还是比较看重你这个号的，也希望你就是私心熟虑一下，就是看能不能卖给我们，你看行吗？
可以吗？嗯他动摇了，没有，他觉得我们可能要擅长走路了。他现在，你这么跟你说哈，现在六万我都不卖，啊，我还要玩。意思是他不卖，他要玩。你说行，那我们后面联系。那行吧，我这边的话再看一些号吧，我们后面联系吧。嗯，拜拜，兄弟们，想知道后续如何？下集后续跟进。对 ，OK， 老马，我们到底能不能拿下呢？能不能拿下这个铜，敬请期待。期待好吧 ，OK， 我操，没搞好，你看嘛，没搞上嘛，这怎么办嘛？这个好，这人，那不咋地。这个人首先，兄弟们，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铜是吧？这个铜啊，它不是一般的铜。嗯，价格它是木头的铜，王维诗里的铜。对，主要是他段位现在打的就是一个，就好比给你现在他外包装的很好，你知道吧？他给你包装的很漂亮，就全是金灿灿的，你懂吗？对，再过个半个月就变成蓝灿灿的了。对，就给你弄得全部金灿灿，让你感觉我的这个号就值这么多钱。对，你不能在他巅峰期的时候买它，对，这样子容易着。我们现在就相当于是在。一个苹果手机刚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偏要刚出来的时候去买，等它过段时间，然后直接人家换苹果16的时候，我们再去买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兄弟们就可以合适拿下，但是那时候已经装不了逼了。所以说兄弟们，由我们内部开个会，好，决定我们现在再去看另外一个 ID 能不能再稍稍微微便宜拿下，对，好吧，嗯。